人间的空衡与充裕也差得太远了些，连琴弦都是松的。叶希雾，他怎么跑出来了？殿下，属下无能，让叶希雾逃了。是吗？属下已命人严加看守小艇，巡逻的月影卫也未见有人跳河，叶希雾一定还在船上，请殿下下令，逐间船舱搜索。不必了，先听曲儿吧。他逃不出去的。叶希雾，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？怎么还没跳完？下去就要穿帮了。总算蒙混过关了。殿下可喜欢这支舞？跳得不错，不如再来一支独舞吧。我想看那个月姬跳一支。谁啊谁啊？殿下想要谁献舞啊？对，就是那个拿空喉的。我方才替他们算了一卦，你们猜怎么着？遇水则发，有惊无险，是大吉呀！大吉？啊！哎呀，快别担心了，说不定二小姐被带去景国，是去当王后享福去了呢。若她真的去了敌国当了王后，恐怕我们叶家在朝中的处境就会越发危险了。殿下为什么选他献舞啊？就是啊，为什么是他呀？好你个谭太监，竟然这样耍我！怎么，你只会弹琴，不会跳舞？不能束手待毙，得想办法赶紧脱身。谭太监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待会儿可别后悔。